检测你不用客气，检测你把我愿望放在手心，我们可以喝一杯热巧克力，嚼一杯汤圆，每一口都是热甜，每一秒都是乐园，泡在心里，和你走到永远。让我做你的围巾，检测你不用客气，检测你把我愿望放在手心。Oh yeah, 我们可以喝一杯热巧克力，嚼一杯汤圆，每一口都是热甜，每一秒都是乐园，趴在心里，和你做到永远。最后一首歌哈，那 instead of 我告诉你，让我们的孙欣大师告诉大家，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？Red 的这个主持真的是非常专业的，而且他是深究这个主持才能有好多年，有非常深刻的造诣了。我和 Ryan 和 Daniel 两位湾区数一数二的 R&B 的音乐人一起同台，我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荣幸，啊，这个特别羡慕两位又会吉他又会唱歌，我竟然没有那么好嗓子的功夫，我大概就是剩下手上的功夫了，啊，我最近在尝试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无论是古典，无论是爵士流行，我在尝试一些不一样的表现方式。我有一次听到一首用一只手演奏的古典歌曲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形式很新颖，我下面打算尝试把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也变成一只手的版本，啊，这样大家听一听看是哪首歌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
见滋味，能测
等待苍老了谁？风筝最微醺的岁月。